拍两张照片，还有川渝吧。啥证件？你说，手机。哇，这个猫看见鱼就走不动了。我给猫猫拍张。谢学无止境送的这么的荧光棒，谢谢。对，猫猫看见鱼了，看见鱼它走不动路了。猫猫肯定不怕人喽，自己家养的猫怕什么人啊？杀猫的过分了，学富。猫猫那么可爱，更何况我们四川人好像不吃猫肉。别脸他，别脸他，不要脸。别脸他，我给他拍照。没有，家猫一般不怕人的。谢谢波波管，欢迎我们 QQ 的秋哥，给他一条吧。大咖位鼓掌，咱这是给老乡的。我操，一连熏。不对，我还是拿我手机看一下弹幕，我觉得不对啊，哪儿？卡弹幕啊？嗯，卡弹幕啊？嗯，有点卡弹幕，我觉得。谢谢天先生哥送的鱼儿。对，老王在休息。不是叫的好气沉，他是好馋。没看到我们吃辣了，因为我们最近给老乡做吃的，老乡不怎么能吃辣的。我好像是错过了什么。哎，真的要来想吃啊！这猫胆儿肥啊！不好意思大家，我念弹幕不是很专业，所以说有时候漏泄的、泄错的，我在这里先给大家道声歉。是。因为我毕竟没有老王那么专业的能够念弹幕。我操！吃的猫不抓鱼，老鼠不好了，抓的。抓鱼都被他吓了。哎哎哎！给我给我等等等，我看四川是哪里人？这是哪个地方？四川雅安市宝兴县大山里边的。咱爱打鱼，爱是疯狂时代，受不了了吧？什么猫要吃活的，死的它也吃。以前我在河里钓的河鱼，我放盆里边养着。我们家猫就怕水，它又想吃鱼，哎呀，那个镜头真搞笑，我跟你说，它那个爪子沾着水以后，抖抖抖抖抖的频率特别快。谢谢理想面对现实的小礼物。谢谢门人哥。对，雅安的哥们。欢迎杰哥，欢迎新进的朋友，欢迎杰哥。蚊香露出来了，你应该刚才露了一点，不没事。你应该把那个货了才甩进去噻。没得啥。把你这儿统一弄是吧？他统一弄。嘿嘿嘿，别上我的菜板，我要上菜板。猫对心内心挣扎，奶牛就不能给我一条吗？坏奶牛，他就想吃菜馆上的。山泉水不用关的，你要抓就抓完你。欢迎八六，谢谢样样好送的小礼物。猫咪会自己在田区里边抓鱼吃的，有的会，有的不会。对，内脏给猫吃的，要给的。嘿嘿嘿嘿嘿。你这抓拍也可以的，可以可以，光头摄影技术还是可以的。你的主题曲吗，杰哥？我们随机放的，随机放的。猫吃了生的要吐，起点之美。这个不吐的。你们家猫太娇气了吧？这个不吐，农家的猫都是逮老鼠吃的。欢迎二次风云，不要上我菜板。欢迎小八怪，欢迎小丑八怪。欢迎马老师最可爱的徒弟，欢迎哥们们。
这是个炖汤，对，鲫鱼是个炖汤。哦、来吧，来吧，踩你一耳巴子，来吧。猫刚才抓鱼，那个鱼那个尾巴给它踩了一脸的水，又怕水，又爱吃猫吃鱼，被鱼的尾巴踩了一脸的水，跑了。猫怕水的，真的。它去用爪子碰那鱼的时候，那鱼尾巴一扇，扇了它一脸的水，跑到那舔水去了。欢迎哥们们，其实这都是惯的。眼镜今天去拿相机去拍点资料，宣传的照片，然后今天眼镜没来，把奶牛给带上来了，把牛哥带上来了。说话好听点，我拿起刀的。你没看我立马改口了吗？我看你拿刀了。关键是。对，这个鲫鱼的刺儿很多的。就是锦鲈鲤鱼。老王在叫啊，你们不知道猪叫的话的声音吗？我妈飘嘞。也有养它的，什么叫自己找吃的？对，猫是牛掰。对，千叶水有我们的。猫吃东西是因为舔了爪子毛卡住了，然后自己去找草吃，一把毛。又来了！欢迎阿蒙哥，谢谢天天先上送的小礼物，送的鱼丸。这是花牛吗？奶牛啊，黑白色的。日常坑兄弟，这是。他也是、啊。猫内心，猫内心。他也是。水龙头关一下吗？好的，我去关。妈的，你日常坑哥，日常坑兄弟，你们两个，他妈老公干他妈的日常，这一去了嘛，老公干谁呀？谷歌有够必火，奶牛一定会火的。吓得我把脑袋都给你看了。谢谢心灵小怪，都是真空的吗？奶牛，你是不是真空的？我啊，我也不帅，也不帅，半真空吗？你穿的是丁字裤吗？不是老王弄过去的，是光头弄过去的。光头在坑他兄弟呢，日常坑，奶牛也日常坑哥，光头是日常坑弟。对，挂的空档。对，猫咪很急。老虎都给扯落了，这个啥子？扯落算了吗？问心无悔哥说喊妈接奶牛。真不好带啊，这个鱼。日常挂空档的，没毛病。没有谁。欢迎深深 JS， JHS， 欢迎小孩小豪同学。脑壳都扯落了，这。我支什么帐篷啊？想多了。我性取向很正常的。你压不住枪受不难受吗？大咖直播间老朋友们都知道的，懂得起的。解释太多了，就是我逼逼了。欢迎哥们们，奶牛杀鱼还是可以的，没办法，喜欢吃鱼那些。头都垂掉了，头都垂爆了吧？对啊，老壳皮嘛。鱼头给猫咪是不可能的，最多把那个内脏给猫咪吃。这个鲫鱼怎么弄啊？今天的菜单是鲫鱼是什么弄？我忘了。菜单班的兄弟们，比我快！我告诉你吧，我去这个鲫鱼的鱼鳞，我都不用刀，我用手用指甲就把它去了。就因背不着。要不我来杀一条吧？没了。没有。啊，南京真快。我买不快，一点都不快。这还只是半成品，因为他刚把鳞给去了，内脏还没出呢，还没出呢。哎，对了，第二个说对了。藿香鱼，第二个说的藿香鱼，我想起来是藿香鱼。猫了个咪的，猫要吃鱼，猫肯定要吃鱼的。狗，太狗了，我不知道的。
不是菜都吃完了。嗯，老乡怕菜不够，还专门去拿点白菜过来。看见没？这就是农村人的朴实。欢迎朋友们。这就困的嘛，哥，他好紧的。嗯，你就娶了，你困不困？他也挣钱的喽。谢谢天天向上哥。我要打扫给你。思雨将军。奶牛还是可以的，很快。原来奶牛也能干，也能干活啊。奶牛人，我欢迎天亮哥，我也很朴实，天亮哥也很朴实。不是有人请假，媳妇蘑菇，老王昨天过生日，很高兴，然后喝多了点，今天不太舒服，让他休息会儿。